大家好，我是鳳溪第一小學朱慧林校長。我哋鳳溪第一小學已經90周年嘅啦，咁咧就係植根於北區啦，就服務呢個全港嘅學生嘅。咁我哋學校咧就係有全港最大最靚嘅校園。啊，當你入到嚟校園咧，我相信你會蛙言，因為咧我哋前面有一個好大好靚嘅花圃之外咧，我哋又有一個係大嘅草地，真草嘅足球場啦。咁另外咧，我哋有高爾夫球練習場、射箭場、田徑場、跑道。啊，仲有而家起緊一個叫賽馬會室內游泳館，係一個兩個池嘅短池，可以做比賽用嘅。咁仲有我哋荷花池啦，啊，有好多唔同籃球場等等，所以肯定係全港最大最靚啦。咁而我哋學校咧就發展呢個全人教育啦，咁希望我哋學生咧能夠全人發展嘅。咁我哋都透過呢個創意與傳統並重，體藝伴學術齊飛嘅名言啦，係蓄意咧發展咧我哋學校成為一個學習型組織、學術型機構。我哋咧同學咧、老師同家長一齊攜手嘅學習嘅進步。咁我哋嘅重點在於鳳小四集一核心。咁而我哋推薦咧就係鳳小四集係包括一個多元學習，即係同學咧有成60-70項嘅唔同類型嘅動態、靜態學科啊，同埋呢個體藝嘅活動俾同學參加嘅。咁另外咧，我哋講嗰個電科學習咧，就係同學咧學習一啲嘅電子及創新科技嘅，包括一啲編程啦。嘅課堂，咁我哋1至6年級都有中向嘅課程俾同學學習嘅，係掌握未來個發展嘅需要。咁另外咧，我哋亦都個教學研習，就係咧學生啦、老師都係參與教研工作，嚟到從而咧提升學與教嘅水平，包括係中英數常啊、體藝都有嘅。咁而我哋咧個呢個自主學習咧，就希望學生咧透過呢啲嘅高階思維訓練啦、閱讀策略等等咧，將來成為呢個自主學習者，咁能夠係終身受用、終身學習嘅。咁而一核心咧就係講我哋價值觀教育嘅。咁呢度裏邊咧，又包括咗其中例子啦，就是、責任感啦，有關心啦，啊，同埋呢個係國民身份認同等等。咁我哋其實會係唔同嘅價值觀咧，都係貫穿喺我哋嘅課堂裏邊。希望同學咧形成一個好嘅品質，係我哋個質素。咁我哋都期望啦，我哋同學咧畢業之後咧，都能夠有一個好嘅正面啦、積極嘅人生觀啦，係樂於服務社會啦，誒為呢個國家咧作出貢獻嘅。咁而我哋咧喺個過程裏邊咧，都希望同學咧能夠係透過多元學習，即係試唔同嘅呢個學科啦、唔同嘅體藝啦、唔同嘅呢個專才發展。咁另外咧，我哋嘅自主學習咧，希望成為同學咧成為自主學習者。而我啲好多嘅教研啦、學習啊、電子科技放親嘅學習咧，都希望咧能夠同學咧掌握未來發展嘅需要嘅。咁我哋校園裏邊咧佈置咗好多中華傳統文化嘅色彩嘅，無論有呢個鳳翔亭啦、我樓梯啦或者個展板等等。咁亦都有我哋特色嘅校本嘅課程，裏邊咧係包括咗係有一啲嘅中華傳統文化噶、國情啊、國史啊、價值觀啊、基本法啊等等都有。所以喺最後咧，我希望咧我哋嘅同學咧能夠咧做到就係立德樹人，重啟迪。創造空間育傳人，令到我哋咧所有嘅同學咧，能夠係透過我哋鳳溪大學嘅培育之後咧，都能夠成為社會嘅棟樑。請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，記得撳埋個鐘仔啊！